写春联。哇，你有写过春联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很久没有写毛笔了。我差不多十年。你几岁？关屁事啊！而且我小时候都会被逼着写，所以我很讨厌写书法。我小时候书法其实都是那种会被贴在那个教室后面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用宣纸写，然后我都会先用那个标楷体，然后把它印出来，然后放很大，然后把它垫在那个宣纸下面描。你小时候怎么都那么聪明啊？我也觉得我小时候超高、哦。所以那是回家作业就对了。回家作业啊，天哪，然后老师都会觉得为什么现场只跟回家作业？老师以后这种事情在学校完成好吗？不然就是会有作弊的。没有，这其实是个很只适合拿来练习书法的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前几天去买的毛笔，它一支才30块。30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有卖30块的、60块的、120的，我就不知道它到底差在哪。我想说买30块就好了。应该是容不容易掉毛吧？我这以前写容易掉毛，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磨墨。我帮你拿笔。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先转台。你觉得磨墨是要平的磨还是45度啊？这样感受一下，嗯，你觉得哪个比较有趣？应该是平的吧。有磨墨博士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。那手感上呢？手感上，我觉得它45度比较滑。欸，所以你说春联的用途是辟邪，那辟邪为什么不鬼门开的贴啊？鬼门开跟就是过年的时候要避的东西不一样吧？过年不是要就是赶那个年兽吗？哦，是赶年兽。完了，我现在很不敢讲这种知识什么东西，怕讲错吗？刚刚那边义正言辞。以前呢、啊、是过年的时候会有两个门神，那两个门神的名字我忘记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。那两个门神不知道去哪了，民众呢他们就会把这个两个春联贴在门的两边，当成那个门神的感觉，得到一个辟邪作用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自己很丑。就越丑赶得越多。哎、欸，不一定，可能吧。直接来吗？你觉得够黑吗？不够黑就当时效性了嘛。现在是猪年嘛，我要写诸事顺利。那我要写诸事大吉。好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有点没有办法动笔，你干嘛等我啊？我就不敢下笔啊。我也是，我怕我毁了张纸。我好紧张，哎、欸，把那张白纸拿给我。我练习一下。写个字需要多久？好可怕哦。哦哦。哦，不管，我要来。你想要写正楷还是草写？我分不出来，正楷要怎么写？比较正正方方的字，还是比较行云流水的字？我试图正正方方。好，我也是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拿？你在拿什么？不是这样吗？毛笔不是应该要这样吗？你刚刚这样哎、欸。我刚只是放松的在思考。好，等一下我要下楼，我要下楼。嗯。哦，这一笔我觉得非常的有艺术感，一个，我可以把它描粗一点吗？啊 ，shoot！ 哇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啊，好丑哦！我觉得应该 OK。什么意思？啊！你不要影响我，这个桌子很抖哎、欸！天哪！我赶快结束这个可怕的时候。哎、欸，我觉得"猪"这个字有点难写。我也觉得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旁边是一个折吗？对啊，是一个中。你有没有觉得写书法的时候，你的那个中文的字会，你会越来越看，就是觉得，哎、欸，这是猪吗？就你会觉得那个字的结构变哪里怪怪？毛笔为什么就是歪的？你不要自己写不好，要怪笔歪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怎么那么丑？怎么会这么丑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我们差不多吧。屁啦！哎、欸，但好像你真的会耶。哎、欸，这是，哎、欸、你。我时隔十几年来的处女鞋、欸，你可以教我那个收笔要怎么收？拉起来一点，然后你要出的时候就用力一点点。欸、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资格教你。啊！啊！我以为我写的很丑，你写的是什么啊？很棒吧？哇塞！还蛮正方的、啊。哇塞！我就差在不会收尾而已啊。只是这样而已吗？欸、我是不是太用力了、啊？对，你看起来就是像拿一般的那个彩色笔画，你何苦拿毛笔呢？我想挑战草写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写都一样丑。我抖了一下哎，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。你不要在我旁边影响我。看我这边抖了一下，是不是很有一个线条的感觉？我觉得这样写轻松多了，不要那么拘谨。我写完了，耶、yeah! ！好丑哦，超丑的！你看，啊，你不要抖到我的桌子啦！为什么这字写的有点像谨慎的慎、啊、你先不要吵我哦。看一下嘛。
刚刚下笔那边好难哦。你哪有人这样啦？你偷补哎、欸。我们就可以偷补啊。诸事大吉，觉得怎么样？好像还不错哎、欸，是不是还可以？觉得今天我真的非常感谢，我是跟你一起拍这个影片。我也觉得你要感谢我，根本就是衬托出你的还 OK。我们今天本来要挑战的是蒙眼写春联，我觉得这个我有点胜算了。真的還假的？因为你戴蒙眼就没办法像这样补啊。所以我们没有蒙眼都已经先这样。我要看你的真面目。来，好，这边是第一个，对，那你手掌现在是第一个，这里吗？对，你现在手掌盖到这里。好，就是它的方。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用笔啊？求你。好，这里砚台。你就帮我用好吗？我决定我要比较潮鞋一点。嗯哼。我碰到纸没？还没。好，碰到了。哈哈哈！姐，你写太小了啦。你有没有一个艺术感？有有有。给我下一个位置。下一个位置。好，下去。这个地方。那左边一点。这样。左上。这样。好。这样。好。好。我碰到纸了没？碰，还没。好，碰到了。很棒，完美。哇塞，大安区王羲之。好，你范围再放大一点就更完美。好，你想象你刚刚写的是可能5×5，好，你现在可以放大到20×20。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非常好。有吗？左边一点。左边。对。20×20，摸到了。你刚刚那个只有10×10哦。我摸到了哈。还没，下去。好。好，到了。好 ，OK， 完成。哇，我写完了，我可以看了吗？可以，请看。天哪！我在哭。有这么难哦？我觉得猪是大。没有，你这也不是大啊，你这个是比较像米吧？第一个字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的猪是写得很不错哎。我觉得很棒啊。这个我可以补一下吗？我少一横。天哪，我开始期待我会写什么。其实我觉得蛮有艺术感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我死之后会要收藏这个春联，跟毕卡索一样？我觉得你可以拿给毕卡索。好热哦、喔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拍下来然后 mail 给毕卡索。哎、欸，毕卡索不在了，不在了吧？哼。哦好，对不起，我可以也写诸事大吉吗？可以啊，来吧。你碰到了，你碰到了，我碰到了。对，来来来，写写一个。哇！我写到桌子了吗？没有，你没有写在桌子。哦，真的吗？你写的非常的小。我写的小吗？你写的小。好，下一个位置，下一个位置，你手来，这里这里。好，所以我跟你刚刚一样。差不多。啊！你走那个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哦，上面一点。到了吗？到了吧？到了，可以写了。哦、对、哦，可以。这个长度是 OK 的。哇！可以想象。哇，这个真的跟那个我家那个油漆工那个刷油漆的感觉很像。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帮你整理一下你的笔？那个笔已经变这样子，我真的是看得不是很顺眼。啊，好难哦、喔，天哪！哎、欸，跟我想象中有落差哎、欸。来，下面一点，到了。我觉得我大一点写的比你好。好，应该蛮不错的吧？还 OK。等下，那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。嗯，对。勾一下。干嘛要勾啊？压一下。转勾一下，哎、欸，然后你看得到吧？我看不到啊，写不好是不是？你看得到吧？我看不到啊，好，那我拿，拿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的颜色偏淡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淡呢、啊？你刚刚帮我整笔，不是好不好？是你自己太用力。但我觉得我比你清晰多了。哪有啊？有，我觉得艺术感的部分我比你有艺术，但是我比较知道在写什么吧。我觉得我的大吉写得很好、欸，哎。很好吗？Better。好，我们来请摄影师来票选，到底是 Erica 赢还是大耳赢？好，大耳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那很快哎，那不用完全不用思考。感觉是什么新串火鸡还是什么？有没有礼貌啊你？我觉得我怎么样？你觉得你怎么样？写的比刚刚美蒙眼的，蒙眼写的差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。我好惊讶哦！哎、欸，所以你以后写春联要蒙眼写。对，我觉得你以后就做什么任何要下笔东西都是蒙眼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眼睛看得到，然后我会顾虑太多事情。哦，是这样，我还就是帮自己下一个注解。观众朋友想要我们的春联的话，我可以送出去，但我现在有一点点
羞耻，或者是想要我的，我刚刚就是中堂写的。屁啦，这是摄影师写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想说，想知道真的春联长什么样子，真的春联应该长这个样子。真的，好强哦。好啦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新的一年在家里面无聊的话，也可以自己来动手写一看春联。大家看过我们的成品之后，应该给大家很多的鼓励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，记得要按订阅，然后记得在下面留言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看10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